多加小心的。哎，这年头碰上日本鬼子坐车不给钱还打人，这是什么事？大师傅，不错。师傅，来买肉啊。好，大嫂，进来的买卖怎么样了？马马虎虎吧。哦，掌柜的，给我来碗肉。什么味儿啊，都发了霉了，这是配皮的不合面，没法子。呵，啪啪，硌着了我了，这里边净是沙